for me. The distance of love from you. The distance of love from us. The distance of love from us. Stand again on you.徐永兰，你出来！干什么你？干什么你使这么大劲砸我的门？你手不要了，我门还要呢！说什么青春啊？大大宝，你都这岁数了，怎么还干这种事儿啊？我干什么了？上我闺女他们单位调查去你！去，你没调查清楚你就端机关枪。我找孙小白了解点情况，这很正常啊。哎，你也是当父母的人，是吧？我的心情你应该理解呀。我告诉你。 我们家雨晴和孙小白那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，这我们全家人都知道。我不知道，对吧？摆事实讲道理呀。相亲节目你也看过不少，是不是？得问一问呀、啊。你谈过几次恋爱？为什么分手啊？事实证明，避而不谈的准藏着大雷呢。怎么回事？你先别上嘴，大嘴宝，你是不是觉着我们家雨晴上赶着非你儿子不可呀？爸。这恋爱谈的太没尊严了啊，还不如不谈呢。哎，这是你说的，我可是支持他们交往的。既然你不同意，这事儿就别勉强了，分就分。那碉堡，季冠清，你闹了这么多事情，是不是就等着我这句话呢？你猜对了。那我告诉你，分就分。哎，我也告诉你，分就分。上赶着不是买卖。哎，上赶着不是买卖，不如一拍两散。哎。 一拍两散。哎呀，真是你这吵什么呀？这是。这怎么了？哼，我就知道，哎，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呐！整个一个笑面虎，一口一个同意，一口一个支持，全是口是心非。 清风多好的孩子呀，就让他妈给坑了！哎呦喂，别生气了，你心脏不好，来吃药吃药。吃什么药啊？哎，好歹是个大机长啊啊！恋爱谈成这样，哎呦，还二爷呢还，恋爱谈成了个三孙子。听了好不好？笑面虎。哎呦，你看，快坐坐坐坐坐坐。这不行，真是不好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。 哎呀，哎呦！要不然你躺会儿去。呀，儿子回来啦！正好我今天啊炖的是冰糖银耳，来喝一碗再休息啊。 怎么了？ 干嘛这么看着妈妈？妈，我都知道了。哎呀，我嘿，哎呀，这个关雨晴这嘴真够快的。你说这一转身就跑你那儿告状去了。我希望您去给关叔叔道歉。我去给机关枪道歉？为什么呀？不是儿子，是他找上门来找茬，不是我。 我跟他说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我跟他说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想了解关雨晴过去的历史。怎么了？他恼羞成怒了，完他非让你们俩分手，这怎么赖我？是不是啊？再说，就这里问题，我觉得大了。您去雨晴公司就是您的不对。你要愿意道歉，我可以陪您一起。哟，儿子，你这个，哎呦，我，哎，我，你简直让我太失望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儿子吗？ 你胳膊肘怎么能向外拐呢？切！再者说了，我觉得关雨晴，她一方面跟她前男友保持着联系，一方面跟身边的小弟弟不清不楚的。哎呦，这个关雨晴，我觉得这个路子简直……哎呀，这个关雨晴啊，这路子真是够野的。你，哎嗨，你听我跟你说呀，我呢完全是为你考虑到。现在怎么跟你说道理，你听不进去呢？这孩子，你还是我亲生儿子吗？儿子啊，该起床了啊！这都几点了？哎呀，儿子啊，喝口汤再休息吧，睡好了觉才能有精神，有精神才能更好的。 起得比鸡都早，睡得比狗都晚。想什么呢？心不在焉的。 不会又在想你邻居吧？嘿，啊，干嘛呢？不像你风格呀！啊，没有，我就在想这个机场有什么特产，我返航的时候可以带给家人。我不太熟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想说算了。这样吧，带你去杏花楼，全是下酒菜，包你拿行。 儿子，啊，儿子，我给你泡的参茶。你最近跟妈闹情绪，气她伤身，补补元气。 世界上就没有赢得过子女的父母。行了，妈知道了，我去跟机关枪道歉。哎呀，机关枪！哦，我去跟关永年，不，跟老关去道歉。 只要你能消气，妈做什么我都乐意。妈，我陪你。哎，你让我有个思想准备行吗？他们准备点水果哈。爸。嗯。一会儿他们来了，你跟人客气点哈，别一弄跟人抢了。让他们服软就行，啊！看在清风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嗯。来吧。啊，等会儿。啊。沉住了气。这沉什么气啊？这哎，我们是来道歉的，有点耐心。但老不开门怎么个意思啊？马上就开了。 现在看不清。嗯，嗯啊，阿姨，嗯，快进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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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梁阿姨，大家妈妈好，好好。啊，好，好，来坐坐坐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谢谢。坐吧，坐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太辛苦了，观众大家好。观众梁阿姨，我们是来道歉的。 哎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。你看咱们两家越走越近，你说这磕磕绊绊的难免，拌个嘴什么的也很正常。一家人真的别见外哈。嗯，老关，这件事情说到底，咱们都是爱子心切啊，就是怕自己的心爱宝贝受委屈。啊，这件事情呢。 我确实，这件事情呢，我确实是有不对的地方啊，应该向你们道歉。但是，在道歉之前呢，我有个问题想问问雨晴。您问吧。什么问题啊？啊，是这样。 没事儿，阿姨想问你啊，你和你的前男友们为什么分手啊？妈，嗯，大碉堡，你还有完没完呢？合着你就是打着道歉的幌子上我们家兴师问罪来了？要这样的话，那您请吧，我不接受道歉。您怎么又提这个呀？怎么了？不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？ 他恋爱几次都分手了，都失败了，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是男方问题还是女方问题啊？我不能问吗？怎么了？我得问清楚了呀！之前您真把自个儿当警察了，阿姨。我知道你是做调解工作的，可是这件事情是我的私事，我有权不回答。很难以启齿，对吗？妈妈，走，咱们走，啊、咱们回去。嗯，不是清风。 我们清风到现在没有结婚，是因为我对他的前女友们我都不满意。怎么样？我们家坦坦荡荡吧。行了，妈，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阿姨，我爸身体不好，需要早点睡觉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妈，我不是要走走走，哎，不是，关叔叔，刘阿姨，对不起。 哎，儿子，你听我说，妈，我行了，哎，我不是有回事，你怎么回事？干嘛呀？妈，不是说来道歉吗？您干什么呢？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，因为妈妈爱你。您这是爱我吗？这，雨晴啊。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你别听秀兰阿姨的，妈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雨晴，不怕，爸给你撑腰，咱们家就算是再喜欢清风，也不能尊严都不要了。你这么好的条件，找什么样的不行啊？非得受这份气啊？不行就分手，换人。没事儿，那个，爸妈你们也别生气哈。 阿姨不就这样吗？你跟爸早点休息吧，我想下楼走一走。你去哪儿啊？就到楼下吧。那你就在小区里走了，别走远了啊。放心吧。一相连呗。我今天不想回家。那我陪你吧。走吧，我们走走。大碉堡，口口声声说要道歉，啊，结果一进门，饭店比翻书还快。行了行了，这都过了多久了啊？翻篇儿，我不是，这事儿啊，不怨天不怨地，全怪我自个儿，没有及时发现敌人的险恶用心，差点让人家欺负到眼皮子底下来。那雨芹怎么说呀？我跟他说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是吧？ 徐兴峰条件再好，实在不行，那咱也先撤了吧。你省得以后受委屈。反正我看他那劲儿，像是没听进去。哎呀，我倒觉得那个徐阿姨啊是个热心肠，要不然人家怎么能做调解员呢？是啊是啊，那干调解员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，不简单呐。对，爸，你看啊。 这雨芹呢，跟清风这么般配，我们得多帮帮雨芹，跟徐阿姨的关系处好了，别让雨芹以后因为婆媳问题发愁，对吧？人家都不稀罕搭理咱们。啊，这样吧，我请你们吃个饭，然后把徐阿姨也叫上，咱们一起聊聊天，化解一下矛盾。啊，就去志军投资那个泰国餐厅。志军投资餐厅啦？ 咦，我们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有一段时间了，这志军不是忙吗？我跟他也没去过。不是我说这个陈志军，自个儿有多大能力，自个儿还不清楚吗？是吧？你别因为这个影响了工作。爸，志军这几年一直升职加薪，您就不能夸夸他吗？是啊。总说他，你这……行行行，请就请吧，正好也让大碉堡看看，咱们关家那不是一般人。 德言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的好意。但是我这个人吧，不喜欢下馆子，就喜欢在家里坐着吃。谢谢了哈。哎不，阿姨啊，那个我知道徐大夫平时特别忙，您呢总是一个人在家吃饭，多没意思呀。咱们一起吃个饭，聊聊天，全当姐妹儿了，好吧？不是，你听着我说，我这个人吧，就习惯一个人在家里待着，我从来不觉得闷，真的谢谢了啊。 我爸妈特意让我过来请您，你要不去的话，我怎么交代呀？啊，这样多云，一会儿你回去呢，替我向你爸爸妈妈谢谢他们啊，是真的。但是我吧，真的家里还有好多的事儿呢。啊，对了，你看我一会儿得煲汤给我儿子，那煲汤吧特别费时间，我回来晚了是不可以的。我餐厅都订好了。 这不，徐阿姨，这样那个不远，真的，一来一回就1个小时，特别方便。要不您等一等，我去换身衣服，我把妈叫过来啊，我们一起出发啊，马上过来，徐阿姨。哎呀，爸，到了，在这儿到了。徐阿姨，哎呀好，四位，没问题。走，走，谢谢。哎，别说啊，这餐厅装修的真有点异国情调。坐吧。啊，不错不错。 人做的还挺满的哈，哎呀，看来这菜一定挺好吃的。哎，怎么没包间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的包间已经满了。哦，哎呦爸，这个我应该提前订个包间，随便。徐阿姨不好意思啊，只能坐外面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来您坐。没事，好，谢谢谢谢。生意好嘛，是吧？来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人这么多呀，菜一定好吃。 刘书琪，你女婿投资办的餐厅，想吃什么随便点吧。好，清风妈，你来点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你们看着点吧，我都什么都行。好，那点菜吧。姑娘，你们这都有什么招牌菜呀？我们菜单最上面一栏都是我们的招牌菜。哎呦喂，姑娘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我问你什么是招牌菜？ 你就应该直接给我报菜单啊！你让客人自己看，你这算怎么回事儿啊？啊！我今天出门还是正好没戴花镜，我这看不清楚怎么办呢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给您报，冬阴汤。哎，不用，我不用。冬云，回去跟你们家志军反映一下啊！你不能当甩手掌柜的，既然投了资了，你也得多上心。对对对，我会跟他说的，您放心啊。你点菜吧，实在抱歉，今天人太多了，照顾不周，请您见谅。哎，没事没事，那就还真费劲，看着你瞧。没事，这样吧，你就凉菜前4，热菜前6，好吧？行，那请您稍等。哎。哎，志军哥，你看这些钱包啊、领带啊，送客户应该都挺好的吧？嗯，不错。我觉得这条挺适合你的。嗯。英气十足，很帅气。越来越有品位了啊！跟你在一起时间久了，耳濡目染嘛。哎，夏夏，哎，你这包背多久了？有一段时间了，怎么了？都掉皮儿了。啊？哦，网上买的质量可……行吧，待会儿去那边那店啊，我给你买新的送你。啊，这儿的东西都特别贵。这对我来说都是小钱儿。再说了，你这出去办事就代表的是公司形象，知道吗？啊，听我的。谢谢哥。 秦凤妈，吃好了吗？还合您胃口？哈哈，尝尝鲜吧。嗯，那既然都吃好了，咱们就回家吧。啊，行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您好，请问是哪位买单？哦，那个，别急，坐下。这个陈志军你知道吧？我是他岳父。嗯，陈志军，哎，不知道。 陈志军是这餐厅的股东。股东，啊，我只知道我们的老板叫张运红。我知道，但他也是这个股东。我老公说到这来吃饭可以免单的。我们老板没有说过，而且我们从来没有给客人免过单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兴许这个不免单是这家餐厅的规矩。哎，这说明这是生意好啊。 管理严格规范，对吧？挺好，挺好。不是，这样啊，服务员，我同事啊就开餐厅的，就是一般的自己人过来都会打折的，股东家属怎么会不打折呢？我们实在是没有打折的活动，不然我给老板打个电话，你们稍等吧。哎，好。喂，张总，情况是这样的。 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我们老板说了，可以打8折。啊，哎呦喂，听见没有？股东都只能打8折，这说明这餐厅管理的严格规范。哎，挺好，挺好，咱们别坏这个规矩啊。行，那我先去买单哈，你们先坐一会儿。好，你坐一会儿，这边请。我是多云，啊，是这样的，那个志军呢，他说他跟你合伙开了个餐厅，他到底有没有投啊？嫂子，这个我们确实要找投资的，可后来我们这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没事儿，今天特别不好意思啊，可能这中间有一些误会，谢谢你啊。 大红，那改天你上家来吃饭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再见。爸妈，单已经买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好好，谢谢多云，不客气。哎，多云，这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我哪知道呀！我回去好好问问他。我挺喜欢你们家清风的，我老公呢，他就是比较直，你没往心里去，人还是挺好的。谢谢。你别光拿着呀，背上看看。哎呦，还真不错。 我跟你说，这款式啊，回头好好问你们家陈志。哎，这大小跟你都特配，哎，这个颜色好看。那不是陈志军吗？就是太贵了，都过5位数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别谈钱，合适就好。哎呦，走什么走？来来来，进去，你跟我来。嗨，你这真是闹的。开始你去。干嘛呢？在这儿？这么巧，那个你们也逛街啊？ 我跟我助理正在给客户挑礼物，啊，助理，你别谁呀你？您先等等哈，啊，叔叔好，嫂子好，怎么了？哎，阿姨好，哎，什么事啊？嫂子，咱们见过的，就是上次在你家团建的时候。对，见过。陈水军，真巧啊，买礼物是吗？我们刚在你和大红。 在楼上开那个泰国餐厅吃完饭下来，你还股东，骗我们，啊？东拼西凑给你10万，让你投资，你这样对我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朵云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说他妈什么呀？你敢欺负我女儿？不是我，哎呦，别管我，这小子今天我们正着呢。心脏不好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不是，别拦住我，你干嘛呢这是？小子，志军哥。 志军哥，你醒醒！喂，120吗？啊，你们来一下奈雪，对，有个渣男被打了。我原来欺负你啊！各位家属，请留步。清芳啊。 你没忙吧？你下来一下，我在急诊室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怎么受的伤？无意识。 郭叔叔，刘阿姨，姐。哟，许大夫您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许大夫，我女婿陈志军伤了，您能进去帮我们看看吗？好，刘阿姨您别着急啊，进去看看。哎。啊，许大夫怎么样啊？刘阿姨，医生怀疑是轻微脑震荡。 需要住院观察2天，但是没什么大碍。啊，那就好。都回家吧。今儿这事不算完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关叔叔，可是需要有人陪夜。那我留下吧。你说什么呢你？陈志军不配咱们关键人陪夜。走。哎呀，爸，你走吧。 走，刘阿姨，这哎，有点好意思，行不行？人家好好吃个饭，您看这事闹的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没关系的，关键妈妈回去劝劝老关，让他冷静一点儿。哎，这个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啊。徐大夫，谢谢了啊！哎，刘阿姨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哎。嗯。哎呀，关雨晴的姐夫在外面花心，老丈人打女婿，直接打进医院，丢人啊！ 你又想说什么？关家的浑水太浑了，让你见识一下，提醒你清醒一点。我先回办公室了。喂，这都几点了？该下班了啊！有一个癌细胞转移到心脏的患者，吃饭了没有？饿了啊！不是你这孩子，你不吃饭哪行啊？ 醒了啊！我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没事。哎，好，靠在这儿。哎，行吗？行。哎呀，你总算是醒了，吓死我了！来，哎，谢谢。哎呀，事。哥，发生这样的误会，我也有很大的责任。嫂子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我留下来照顾你。啊！哎呦，你看这，哎，哎呀，这把，把我打成这样，说走就走了，连句话都没留下。你说我在他们家这么多年，当牛做马的，你说我没有一句，结果没事儿，还有我呢。哎，对了，哥，刚才过来一个年轻医生，我看他跟嫂子挺熟的，谁呀？那是啊？年轻，这是燕西医院吗？对啊。 燕西医院哦，那是那谁徐清风，心爱的一把刀，就是我小姨子的男朋友啊，哎，所以熟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那个你刚才晕倒的时候，他就是我都特别担心，他过来就说是轻微脑震荡，我说我哥这多严重呀，他怎么说的这么轻巧呀？哎，没事儿。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儿，就是晕，还是有点晕，还是得休息。对，哥，你看这什么都没有，你先歇一会儿，我出去给你买点生活用品。哎，不用不用，真不用真不用啊，你回去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说了嘛，我照顾你啊。哎，喝点水，歇一会儿啊。行，行，不着急啊。快躺下。 站住！阿姨，你年纪轻轻的做点什么不好，非要去插足别人的家庭，这很不道德。阿姨，我想您可能误会了，我跟陈总就是清清白白的上下级关系。清清白白，我做调解工作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没见过呀？你可以嘴硬不承认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。 你还年轻，以后的路长着呢，但是名声要毁坏了，就不容易恢复了。阿姨，您是做调解工作的，怎么了？你还有什么质疑吗？没。春阳街道调解员徐秀兰，你可以随便去打听。 爸，你把我这干嘛呀？你怎么才下来呀？我跟这都睡了好几个回笼觉了。不是你要睡，你干嘛不在家睡去？你自己说让我们监督你的吗？哎呦，您吓死我了，爸！ 爸，你要去哪儿啊？爸，从今往后，我陪你出车，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又不耽误你事儿，我就坐在你身边。不是，人陈哥会有意见的，投诉会扣分的。这戏你就甭操了啊！谁有意见谁跟我说，保证扣不了分。走走走走走，快走啊！姐夫，刚我们去问过医生了，说你可能还得要静养几天。啊，谢谢雨晴，我好多了。行了，雨晴，你跟那姐上外边等我一会儿，我跟她聊两句。爸，好好说话。我知道。爸，你心脏不好，别动气哈。哦。 陈世军，我承认啊，我打你不对。哎，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？好，那你说说，你以后准备怎么办？当年我就不看好你，对不对？ 我闺女条件多好啊，人长得漂亮，学历又高，工作能力还强。她想找个什么样的没有啊？嫁给你就已经是吃了大亏了。你呢？你现在刚刚做出一丁点成绩来，就跟你们单位那个小姑娘不清不楚的你，你还有良心吗你？你对得起我闺女吗你？你说吧，你打算怎么改？我先听听，然后我就决定是不是我再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想好了，你说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离婚。啊，既然您把话挑明了，那咱就直说。您昨天打我，肯定不是因为那点事儿。您说的没错，打从我跟多云交往，您就看不上，觉得我配不上多云。是，我是从小地方来的，学历不高，家境也不好。那我找多云，那叫高攀。 那多云嫁给我，那叫下嫁。那按您说的话，那城里那么多好小伙子排着队想娶多云，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人了？您心里那叫一个不痛快。您跟关震雷在背后从来不叫我大爷，只管我叫陈狗蛋儿，没错吧？是这么回事吧？我没冤枉您吧？所以这么多年，我在公司我拼死拼活，我当牛做马，我为什么？我就想做出点成绩，我想让你瞧得起我。 我就想争这口气，可后来我当了部门经理，我也买了房，我也买了车，又怎么样？你照样瞧不起我，我做什么照样不对。不，陈世军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家对你不好是吗？哎，你自个儿说，你哪次上我们家来，你岳母她不是好酒好菜的招待你啊？做人做事她有良心。 那好酒好菜是招待我的吗，爸？啊！如果我陈志军一个人去您家，我会有这种待遇吗？啊！我那是蹭您闺女的饭。换句话说，我自己我都不敢去您家。您知道吗？每次到您家门口，我想到您对我那张冷脸，我心里我就慌，我就憋气，我就恐惧，我喘不上气儿来，我难受着呢。 不说这些，咱不说，咱就说这些年我对关家怎么样。那时候，弟弟妹妹还小，未成年，什么事儿不是我这个大姐夫我顶着？我该出钱出钱，我该出力我出力，我哪句话我打过磕巴？我说过一个不字吗？结果怎么样？换了什么？啊？我就是把这条命卖给你们关家，也换不来尊重。我跟你说，我受够了。 姐夫，你刚说的话，我们在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先不说我们家对你怎么样，我爸对你什么态度，就说这些年我姐为了你，为了你们这个家任劳任怨的，你还想怎么样呀？这不是你出轨的理由吧？为这个家啊？为哪个家？为我们家还是为他娘家？你自己问他，一星期至少有5天回娘家，对不对？ 过年过节，但凡我们单位发点福利，发那购物卡还没进我兜呢，直接就奔娘家去了，是不是？我没冤枉你吧？就是平时发点卫生纸都往娘家送，得这物事这些东西咱不说，应该的孝敬老人家可以，但精神上呢，多云，我每次想跟你交交心，咱说点贴心话，10句有8句是你爸妈，还有2句剩你弟弟那儿，是不是？我轮你1句了吗？ 我是你丈夫，你当我是谁呀？啊，我空气吗？我在这个家，我还有一丁点地位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太难受了，我根本受不了我。15年，15年我就是这么过的，多云。我承认。 当初咱俩在一起是有感情、有爱的，否则咱俩不可能走到一起。但是咱怎么走到今天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寒心，我知道吗？我活得不像一个男人，我没有自尊，我不像一个丈夫，不像一个女婿，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不想再做这个舔狗，毫无尊严的舔狗，不当了。